族玻利维亚国，简称玻利维亚，是位于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，周边与巴西、秘鲁、智利、阿根廷、巴拉圭五国相邻，法定首都为苏克雷，实际政府驻地为拉巴斯。全国以高原地形为主，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，是世界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，其中拉巴斯海拔高度超过3600米，为世界海拔最高的首都。玻利维亚在13世纪为印加帝国的一部分，1538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，1825年8月6日独立。玻利维亚为南美洲国家联盟的成员国，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，因此被称为坐在金矿上的驴。除了著名的矿藏，还有为人所熟知的印加帝国遗址。此外，该国还拥有仅次于委内瑞拉的南美洲第二大天然气田，主要铁路和公路网集中在西部，边远地区依靠航空沟通，基础设施缺乏，旅游业较为落后。中文名：多民族玻利维亚国，外文名：Plurinational State of Bolivia。